出来了，麻烦有听有国外的朋友吼，麻烦你来算一下。Thank you.
这个我们参加这个大家这个很团结这个木人很多的款，那么所以这个应该这个都是免费的，各位好朋友接下来我们这个难道是要跳我们的开花舞是不是，各位这个中间呢就是潘艳红老师挥手一下，来潘艳红老师最近好像比较腼腆这样，来掌声鼓励第一首的表演。
力，谢谢谢谢我们三位舞者。好的，那么接下来哦，就比较浪漫啊，那个梦幻的三位哈、哦，这个美女哈、哦，再来的表现哦，这个应该是属于比较古典传统的一个舞蹈哈、哦。那么同样的、哦，这个我们哈、哦，待会就来欣赏他们为我们带来美好的这个舞蹈跟音乐哈、哦。各位，给我们掌声鼓励，好不好？谢谢。跳得很唯美哈、哦，谢谢谢谢啊、三位舞者哈、哦，为我们带来精彩的这个舞蹈。好的，那么接下来这个马上哦，要由四位。各位，接下来我们带来一首比较动感的这个舞曲哈，各位用你的双手热情的跟他们鼓励一下，谢谢。这个表演完了。
不好看啊？哎、欸，要不要安口一下？呜啊呜啊呜啊！哎、啊欸，好，来来来来来，各位哈、哦，我们哈、哦、这个同样的啊，球星的同行们，来来，你过来啦，你过来，快一点啦、啊！来来，我们的这个南投县政府的这个我们的县政顾问哈、哦，廖秋玄廖顾问啊，那同时呢也是我们南投县体系护联会的县理事长哈、哦，来来来来来，各位各位舞者哈、哦，上来，这个他也很喜欢跳，秋玄可以觉得你可以去跟到那个哈、哦，好，我们哈、哦、这个最重要的那个奖状哈，它不是那么重要哈、哦，来来来，颁给我们这个。叶龙老师，好，叶龙老师，来来来，给我们拍个照，好、哦，拍个照，啊、哦，谢谢他们哦，连续两天哦，为我们带来精彩的这个舞曲，比个赞好不好？赞，好，谢谢，谢谢，九年后再见了，九年后再见。哈哈，这，哎，真的哦，还够勇气哦，这个、哦，这里膝盖都残酷哎，哦。那么现在是做就是高利了的事情，高利了你再想看看你又加高回吼、哦、对，好的，接下来冠伦，冠伦在哪里？冠伦是不是又要表演火舞了？这是武功吗？好好，各位各位乡亲哦，现在哈、哦，来我们要表演的是火舞哈、哦，因为本来预计是九点哈、哦啊，但是因为当这个各个团体哈、哦、表演的这个速度呢，有些快了一点哈、哦，所以我们表演看火舞的地方哈、哦，是在我的右手边，右手边这里，那么各位。是不是可以移动你们的椅子到这里来？移动你们的椅子哈、哦，到这里来。这个我们哦是邀请到啊、各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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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、哦，来冠伦你慢慢的准备没关系啊、哦，哎这个哦哦哦对对对对表演服务哦，哇这党的动作都特别快哈、哦、各位好朋友，明天哈、哦、明天下午三点半哈、哦。到5:40哈、哦、啊，我们在这里就在你们坐位置的这个地方啊，有一场这个我们的是莫岛进行曲哈、哦，那里打卡波展舞步，那么跳出台湾步啊、哦、这个哦，大家哈、哦，大家真的是很喜欢的看节目哈、哦，那么各位。有的可以到后面这里来，到后面这里来，到后面这里来。哦，那这个我们哦，冠伦，你的音乐要不要透过这边播出？可以吗？你的音乐干脆来透过这边播出。好、哦，老师把我的麦克风给你，好不好？好，待会给你一支麦克风，待会给他一支麦克风，是吧？有啊，有，没有问题。现在就拿一支麦克风给他哈、哦，来，各位乡亲哦，感谢恁哦，我这天气哦，愈来愈冷，啊，但是哦，拜落雨就好啊，我这落雨吼，得做小心的哈、哦。那这个我们哦，今天哦，这个我们都有很好的，刚刚哦，在对对对，那个小姐哈、哦。背包包的那个黑色衣服的小姐，那你也可以站，那你也可以站，好、啊，你的音乐哈、哦、叫过来我们这里，好、哦，这样子的音响效果会好一点，可以走过来了，可以走过来，可以走过来，啊、哦，走到对面去，不要，来来，继续走过来，继续走过来，啊、哦，这个是，那这个公寓哈、哦，再跟大家提醒一下。明天无论如何三点半要来这里看节目，好不好？三点半哈、哦，那上班的翘上班哦，不是上班的翘班，上课的翘课，那样请假了，请个假，还没有，还没有，还没有。这个是我们的表演者哈、哦，冠伦哈、哦，这个今年才。
才23岁而已哈、哦，这个相当有表演的经验哈，让他准备一下，让他准备一下哈、哦，哎，这个不是说表演就表演的，还要需要热身一下哈、哦，需要热身一下。Thank you.
您。